不知名的女性打来的电话。这个中吗？中了，中了。恭喜男生，这个在第三名。电话不理，都是野花，第一次都输五号码。对 ，Happy 来猜，应该是跟女生一起吃饭吧？吃饭。跟女生一起吃饭，好朋友一起吃饭之类的，太开心。这个也没有。小学生哦，跟女生打电话，跟女生吃饭，跟女生做 SPA， 跟女生对，我跟女生吃饭，不要把过往的经验讲出来。大方向，大方向，来决定。感觉最近那种什么 Facebook 或者是那种网络上的那种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有东西，比如说无名小站之类的，哦，会互流或者是。有有有有有有。好，恭喜猜中。不网志狂交流，说不熟会不会太 gay 啊？真的会，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个网络上的非常功能非常的强大，所以女生其实我包括我女朋友或者是我女性朋友都说，男生能够不要用那些东西最好不要用，真的，因为那个东西很容易让女生会担心，太容易又留下证据。可乐可乐，而且会是跟一大群的女生出去玩，比如说一大群啊，几个海军啊。比如说常常比如一群男生跟一群女生，然后你是其中一个出去玩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情圣会是谁。好，龟脸会不会是你？龟脸加油。我觉得应该是跟女生看电影吧，或者跟废物，不要猜那么细了。所以我觉得承担从大方面去想，称赞别的女生，女生应该会吃醋，可以啦，或者是看，称赞别人女生，有乱看的，有啦有啦。中，来，我们看什么？看什么？看什么？情圣接力，看辣妹，看辣妹。哦。剩下的两项哈，真的，如果要拆完，我们节目也录完了。公布啊！对，男生已经没机会了啦。我们这个一项一项来公布。好。第四名是。第四名是酒肉朋友排第一。当你女友，我翠西。翠西，一定要比女朋友重要。哦，对啊，这一定有啊，这个一定会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再看看第一名是什么？你居然没猜到？前女友，前女友，真的，真的，好买的，待会男生全体都要处罚啦，真的，好不好？包括 Ken 哥、微微胖和菠萝，我没有，太不了解女生了，你们。好，我们从第五名开始，小白，请控诉。男友把偶像当女神，你大声满是怨言。大家都知道 Lena 是一个很漂亮的日本的模特，她的荧幕大概这么大，然后上面全部都是她的照片，满满。应该把桌面换成骏马图，这样对小白就有尊重。去网上有个很有名的什么 Angelababy， 就是对很正的女生。我就一直上网搜寻她整形以前的照片，我说她应该长